草莓 cranberry compote。 那 cranberry 当然是 dry cranberry， 它的营养是也是跟这个 fresh 差不多了，在那个high in vitamin C 的，最好不要煮得太久。对对对。OK， 那首先呢，我们毅力就开始了，所以这现在呢，我们就放在这里，很简单的，我们就把这个cranberry juice 倒进去给它滚。对。我们的 cranberry 是倒进去、没有想到那个果汁也可以拿来煮的、不要煮太久了、其实这个是吃冷的了、当然这个草莓是新鲜的，我们把它的叶子掰开，然后一开始、OK？ 对、然后再我们有这个 cinnamon powder、那个草莓哦，对，羊来了、就是草莓啊，对，羊来了，对，羊吃了草全部没了，对对对，哇，厉害哦，厉害厉害，这样子可以啊，有 IQ 题要考你的。好了，所以我们糖呢，我们就放，本来是放整。